Oh.
威克，其实川秋山好像似乎是没有在威克表演过，所以这是第一次，觉得很开心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刚刚表演的三首歌呢，其实如果你们有稍微看我一下我们的粉丝页，应该知道，就是刚刚表演的三首歌，其实有两首歌在网络上都可以听到。那是我们最近期的三首新歌。那接下来会有一首新，也是新歌。对，谢谢。过来，掌声成热身话。好，大家好，我终于回归台湾了。就献给 Wake Up 的，那之后我们会稍微休息一下，但是是暂别，我们会继续的写歌，谢谢。
后。